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王者荣耀即将迎来两位新英雄，元哥、杨戬的重做方案也基本确定，赶快来一起看看吧。第一位是空空儿，形象来自于非遗文化的古彩戏法，在 CG 中形象是位白发男子，声音十分酷似元哥。从他行走虚空单手捏起敌人的画面来判断定位，大概率会是刺客或者战士。第二位老村长重做，老村长这次重做是和艾琳同级别的，也即所有技能包括建模、背景、台词、特效全部重做，名字改为了苍，加入了王者单字英雄行列。 剑魔从草原猎户变成了蓝发少年，其他方面除了定位还是射手，以及保留了一些有老村长识别度的效果，基本上可以把它当作为一个新英雄了。那下面是元哥和杨戬的重做方案，这两位都是方案基本确定，邀请了一部分人进行优先体验。从元哥来说王老师是真的给元哥傀儡做了一个可以复制所有英雄技能和机制，也就是说以后如果你想玩好元哥，那必须对所有英雄技能机制都有些许了解。另外这次还给元哥新增了。 一个回复续航效果，从根解决了元哥对线难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次变异并没有对技能组有任何的改动，也就是说不会对元哥的核心操作玩法产生太大影响，可以看作是一波纯加强的升级。至于杨戬则真是把策划开麦之前所说的法天象地做了出来，被动据说还是从任性下手，但效果有了大升级，会从王者排行垫底的被动效果一跃到前列的位置，而法天象地则大概率会像典韦那样，根据对局的某些因素逐渐 变大身形，并增强技能效果，也映照了策划之前说的那一句像天一样高大，像地一样宽广。不过杨戬这次变异据说保留了所有的老技能组，也就是说杨戬这次并没有解决他进场难、手感差的问题，并且杨戬只是方案基本确定，特效并没有优化完全，所以距离上线体验部测试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以上是王者之剑新英雄上线计划以及即将变异的英雄方案，开始期待改名为单字英雄的老村长的强度到底有多高了，家人们 敬请期待吧。